主料，黄油65克，低筋面粉110克，柠檬一个，辅料，糖粉，鸡蛋一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柠檬用盐洗净外皮，用厨房纸擦净，挤出柠檬汁，刮下柠檬的皮屑，黄油软化，加糖用电动捣蛋器打至颜色发白，体积膨胀，分三次加入蛋液搅拌均匀，加入柠檬汁拌匀，加入一勺柠檬皮屑，筛入了低筋面粉，用刮刀拌匀，将面糊装入裱花袋，挤出花瓶，烤箱预热190度，放入中层16分钟。烹饪技巧，黄油要充分打发，加入蛋液后要拌匀后再加下一次。刮柠檬皮屑时不要将内层的白色部分刮下，白色较苦，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